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高桥工业园内，有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，当地人叫它丰收河。它的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小区，平时来往的人也并不多。但是2016年9月26日这一天，丰收河边却出现了让过路人非常惊讶的一幕。据一位现场目击者回忆，当时丰收河的四周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几名神情严肃的警察正在维持着秩序，不让过往的群众过分靠近，避免破坏现场痕迹。同时丰收河筑起了两道堤坝，抽水机在大力的抽水，与此同时一台挖掘机也在紧张的工作，他们似乎想要在河底打捞出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警方到底在寻找什么？在这条不起眼的小河之中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原来两天之前，也就是2016年9月24日的下午，就在这条丰收河里，一位女性受害者偶然之中被一个路人发现了，而一桩颇有些离奇的案件也由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眼前这条宽约5米、长800米的小河，就是这起案件中的那个关键地点——丰收河。9月24号下午2点左右，南京当地一位摄影爱好者来到丰收河边取景拍照，却在无意间发现，布满浮萍的丰收河内竟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。那个黑袋子绑的，后来那两个腿呢，又是个黑袋子绑的。根据住在丰收河附近的人介绍，这条河由于很久没有清淤，目前深度只有1米左右，所以那个黑色塑料袋就变得非常显眼。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们用竹竿将袋子捅开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竟然是一名女性死者。这个景象让村民们大为震惊，于是立刻向警方报了案。接到村民的报案后，警方立即赶到现场，采取措施在周边拉起警戒线，并组织人手开始打捞那个黑色的塑料袋。打捞上岸啊，对包装袋进行拆解，发现你内部是一具女尸，整个身体是浮肿的，那浮肿的那个呈现巨人状，有脸型各个基本看不出来特征的。民警分析，从这名女子状态和相关情形判断，这显然是一起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。那么嫌疑人是否留下了痕迹物证或其他线索呢？应该有很多，现场有很多碰见的血迹，所以说但是到现场看了以后没有任何的类似血迹。根据这一情况，警方凭借以往的办案经验认定，丰收河应该是本案的第二现场，即凶手在作案后用黑色塑料袋包裹受害者，偷偷转移到此处。那么本案的第一现场在哪里？凶手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？而要回答这些疑问，必须首先确定这个被害女子的真实身份。因为这个死者在水中泡时间比较长了，面部特征不是非常明显，首先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能明确尸源。尽管死者的面部已经难以分辨，不过经过技术分析，警方还是得出了一些死者的基本信息。死者年龄40岁左右，死亡时间在1个星期以前。此外，死者的发型及一些面部特征也被确定。
然而，仅凭这些基本的信息，警方一时难以锁定死者的身份。发出现场通告的同时，我们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，对这个现场周边的一些中小村落进行走访。可是，抛尸现场所在的高桥工业园区，除了一些老住户外，还有许多前来务工的外地人口，且流动性极大。要想在短时间内依据这些模糊的信息来确定死者身份，难度极大。住户不多，都是厂房，厂房附近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时，死者身上的衣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是双层的蓝色底，还有花，肩部还有就是腹部这边都有明显的花纹，白色花纹。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再把死者那个身上的衣服，拍了个照片，拍照以后我们从网上查找这类似的衣服。通过网上搜寻，民警很快找到了与死者同款的蓝紫色圆领短袖双层雪纺衫。接下来，除了继续加大警力在抛尸地点附近展开排查，办案民警还通过死者的衣着以及外貌特征发布了悬赏启事。南京市公安局悬赏30,000元，征集本案受害女子的身份信息。根据法医对这名年龄在40岁左右的女性初步勘查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此人身高1.65米，生前做过阑尾手术，遇害时间大约在案发前的一周。坦率地说，这些信息零散而模糊，远远不足以确定受害人的身份，甚至对于警方缩小排查范围，好像也帮助不大。而且，最让人感到棘手的是，从这名女子的装束来看，此人很有可能属于社会关系比较复杂，查找起来难度非常高的那一类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。第一，这是一名已经年过了40的中年女性，却留着一种比较罕见的板寸发型，并且染成了棕色。这至少说明她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居家主妇，因为很难想象一般的中年妇女会是这种打扮。第二，此人遇害已经有一周的时间，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，警方居然没有接到任何一起与他相关的失踪报案。这就意味着在他身边并没有关心其动向的亲朋好友，应该说他和他的亲戚关系比较冷漠，以至于不经常来往。如果以上推断都能够成立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，本案这名受害者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、没有稳定家庭关系，而且社会交往比较广泛、感情状态比较复杂的单身女性。要在大的南京城确定这样一个没有精准社会坐标的女人，难度可想而知。不过警方至少掌握了一个很准确的证据，这个女人所穿了一件蓝紫色圆领双层短袖的雪纺衫。从网上找到的同款衣服来看，她的档次并不算高，经济水平也是一般，生前很有可能租住在这种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的地方。真实情况会是这样吗？这名女性死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？针对这名女性受害人的种种特征，警方发布了悬赏通告。一段时间之后，终于有消息反馈回来。
上面不是有那个报警电话吗？报警电话以后，这几个人接了很多电话，接了很多电话，但是有没有类似的就是说有看到类似穿这个衣服衣着的人？只有这一次，我那个我找到个老太以后，后来发现他发现说有这个人，而且身高体态还有发型都是比较符合于我们死者。在距离丰收河大约一公里之外，有一个叫做潘村的地方。这里的一名陈姓村民告诉办案人员，警方通告中的这名女子很像是他过去的一位租客，尤其是那件蓝紫色的雪纺衫，给这位村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那俺给衣服看了，我看到给他穿过的，他说短发，我讲不错，是短发。首先他是从这个衣物上啊进行的分析，因为这个租客有这样同样的一款衣服上衣，还有一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面部特征啊，当时我们发布的面部特征是浅头发棕色，啊头发较短。据房东介绍，他的那位租客名叫严丽，49岁，离异，南京市玄武区人。大约案发前的半年，那个叫严丽的女人前来租房，此后一直住在这里，但是这些日子房东再也没见过严丽。他反映房客是十几天前，就是我们走访的时候，十几天前这个女的突然就不见了，没有回来过。衣服相同，外貌相仿，且突然失踪的时间与女子死亡的时间基本相符，民警初步推断，丰收河中的那名女性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曾经租住在此的严丽。当时我们专案组啊，通过各项信息分析比对啊，大概这个尸源和老太太口中所说的这个人相似度大概在70%-80%左右。通过房东提供的身份信息，警方很快联系上了严丽的亲属，进行了一个 DNA 比对啊，最终确定了这个死者的身份，真实身份。至此，死者的身份得以确认。那么，严丽为什么会租住在此？房东陈婆婆的出租房会是作案现场吗？如果是，又是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将严丽杀害，并在事后偷偷将她转移到丰收河呢？丰收河中的那名女性受害人就是失踪了十多天的严丽。这个结论印证了警方此前对于死者身份的基本判断。那么究竟是谁对严丽下此毒手？凶手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一般来说，在此类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无非有三种。一就是侵财，也就是说，犯罪嫌疑人为了抢劫严丽财物，闯入她的住地，对她进行犯罪行为。但是，这很显然和本案情况并不符合。首先，严丽的经济条件极为一般，而据房东的观察，这个女人也不大像是私藏了什么值钱的物品。嫌疑人为什么要挑这么个人下手呢？其次，在严丽神秘的失踪之前，房东和邻居从没有听到过她的房间传来什么争执厮打的声音，发生抢劫这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最后，凶手竟然煞费苦心地把严丽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丰收河，这足以说明，本案绝不是那种犯罪之后立即逃走的普通抢劫案件。更大的可能是，严丽和凶手一定是熟人，一旦案发，凶手肯定就会被排查出来，因此为了拖延案发时间，他一定会让严丽之死尽可能的晚一些曝光。这就是说，本案凶手的真实动机只能是报复杀人，或者因情杀人。现在警方需要做的是立即排查每一个和严丽关系密切的人。
由于严丽是单身租住，社会关系广泛而复杂，因此警方只能通过对房东的询问来了解更多的事实。我们当时通过老太太反映，就是这个死者平时接触了什么人，后来老太太讲，就是同时她接触了有应该两个人，两个男性。房东口中的两名男性，一个姓曹，一个姓黄。周围居民介绍说，两名男子和严丽之间都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。他也反映，就是这个女性，这个死者跟这两个男性都有一方暧昧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们会怀疑是不是因为这种感情纠纷会引起的这个事儿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警方对两名男子的去向进行了秘密调查。按照那个时间段推断的话，那个另外一个男的，其实跟这个女的有关系的男的，应该是案发时间段附近的，应该不在南京，所以说我们当时排除这个他是有作案嫌疑，或者就是作案嫌疑比较上升的，应该就是跟他在一起拼居这个人。排除了黄姓男子的作案嫌疑，警方将视线集中在了另外一名叫做曹震的男子身上。曹震案发时48岁，江苏泗阳人，十多年前来到南京打工。陈婆婆介绍说，租住在此的半年多时间里，曹震与严丽同住一个房间，在外人面前两人以夫妻相称。看起来关系忙的，这最后给过把两个月，这个女的今年出去。我还讲他的，我说你出给你一个来，出给跟朋友玩了几天，这个样子。在房东陈婆婆及周围邻居的眼中，曹震性格开朗，待人和善，很难将其与犯罪嫌疑人联系在一起。脾气一切都正常吗？哎，正常人吗？闲行的时候门口栽的花花草草啊，干什么？一切我看都正常吗？你也想不到他会做这些事情。一直的两口，我认为是他两口。他要不上来吹牛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他亲人。这位村民也曾经当过严丽的房东。根据他的介绍，2016年3月以前，严丽就和那个叫曹震的男人一起租住过自己的房子。像夫妻，但是我感觉女的也挺强势的，男的还听她的话呢。曹某在这个他的房东的印象当中还是个非常老实的人，啊，平时处事当中都是非常谦逊的。对两人的相处时的样子，这位房东还留有印象。那么，这样一个在众人眼中老实和善的男子，会是杀害严丽的犯罪嫌疑人吗？就在警方对此心存疑虑的时候，严丽的现任房东再次向民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。几天前，曹震突然找到了他，说严丽跟他大吵一架后便离家出走了。这姓曹的他走，他说他搬家了，他嘛往曹操家吃吃酒，一高兴呢，人不在了，跑的了。而在他离开前2-3天，这个同居的女性，跟他同居的女性严某，无故失踪。失踪后，曹某也没有及时的来报警，也没有，而是称这个严某跟别的男人跑掉了，他也不想住这边了，然后就搬走了。这一块引起了我们的怀疑。曹震的蹊跷举动让警方进一步推断，严丽的死亡或许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事不宜迟，民警决定前往曹震工作的工厂抓捕曹震。就是这个人之前是帮一个那个我们这边物流的一个老板开车，他物流我们查到这个物流的一个老板有个仓库，后来我们就组织人到仓库去，因为他当时跟我们的老太反映呢，就是他搬走以后说是要搬到老板仓库去，所以说我们当时通过这两个情况，我们就连夜25号夜里面就连夜组织将近30-40号人。当时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仓库睡觉，发现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表情也是比较平淡，比较平淡。啊，知道为什么找你？公安局的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是的，是吧？真的不知道。也没有说什么，
他当时什么现场什么也没有说，我们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没有进行回答，我们就先把他带回。随后办案民警将曹振带往了派出所，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，他显得很是镇定，对于严厉的下落也是一问三不知。当时很镇定，当时感觉就是我没做什么事，你凭什么抓我，很镇定。为了突破曹振的心理防线，民警在加紧审讯的同时还找来了同在南京打工的曹振女儿，希望用亲情感化曹振。后来这块我们从政策上啊对其进行这个讲解，以及通过他的生活关系人，通过他女儿这块啊对其心理防线啊进行这个攻克。在家人的追问下，曹振慢慢地改变了原先的态度，承认是他杀害了严厉。那么曹振与严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以至于竟然酿成命案？行凶之后他又是怎样将严厉转移到丰收河去的呢？案件的真凶终于落网，这个叫曹振的男人承认了自己杀害严厉的事实。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曹振很有可能是因为和严厉之间出现了情感纠葛，最终因情生怨，才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。根据房东向警方提供的信息，曹振和严厉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生活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从两个人的情况来看，严厉是离异单身，那么曹振呢，如果他也是离异，那么为什么两个人不名正言顺的在一起呢？他们这种不受法律保护、隐含了很大风险的生活状态，和案件最终发生，究竟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？被警方抓捕之后，犯罪嫌疑人曹振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和悔恨之中。对于案发的那个夜晚，曹振似乎一时难以说清原本始末。不过他一再声称自己其实并没有杀害严厉的决心，但最终的结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说实在话的，为谁把他杀害的我也想不清楚了，当时就出现这种状况。在铁窗之中的曹振神情有些恍惚，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事发当夜那幕让他难忘的场景。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就在拿绳的时候，是的，手还抖。作案的时候应该是在9月14号，14号的夜里面，大概到12点钟左右，啊，曹某，拿出了，事先准备好的一段电线，啊，将受害人严某勒死。看着严厉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，曹振说，当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或许第二天向警方自首才是唯一出路。都走到派出所门口了，都停下来了，想去报案，而且那阵子里没有几个勇气，没有几个胆量。随后曹振转头回到了厂里上班，傍晚时分他又回到了出租屋，只是曹振此后的行为并不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充满悔意，而是充溢着逃避惩罚、掩盖罪责的意味。我就下班了，吃过饭喝个酒，大概这时候呢已经有大概有醒的时候已经在11点12点那样左右。后日起来我那阵子我也没办法了，我一个人又抱不动他，你说是给他出就说好呢，送个哪地方埋掉吧，这一个人肯定不好办。思索再三，曹振想到了一个处理严厉的办法。趁着夜色已深无人注意，他躲在出租屋里尽力抹去自己行凶作案的痕迹，而后他又用电动车载着严厉向着荒凉偏僻的丰收河附近疾驰而去。看着严厉沉入水中，曹振似乎感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。在他的意识里，自己这么做足以掩人耳目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若无其事地照常上班，仿佛一切都已烟消云散。心里是肯定不好受，想想不走吧也不行，人已经走了，你说不走也不行，又不能给他放在家里面，放在家里还不是事情，哎，人迟早肯定要发觉的。那么，案发当晚，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是什么让曹振向严丽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呢？曹振交代，早在2007年，他就和严丽在一家餐馆中相识，并迅速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。没过多久，两人便以夫妻名义同居在了一起。大概有8-9年左右，这几家年我们两人感情是的，好的不得再好了。哎，感情是相当的好的。我们说嘛，就说我父母啊，就各方面就说什么照顾，空各方面什么这些东西，都没有他对我讲好日子。接受审讯时，曹振对警方辩解说，10多年前自己就离开老家出来打工，和家乡的妻子早已没有了感情。在遇到严丽之后，他说自己仿佛获得了新生。什么白天上班了，晚上回来了，说一句话的，有的时候呢，洗衣服了，就说晚上啊，就说洗脚水啊，这东西啊，我们就父母也没像这样照顾似的。我们说嘛，说呢，你说人对我这样好，人，你说我能怎么能舍得丢下他呢？自认找到新感情的曹振，甚至憧憬着能够与严丽在南京买一套房，开始名正言顺的夫妻生活。那个男的吹牛，上来交房租吹牛，讲的女的是不是南京人吗？讲的像，好像想拿什么政府的保障房，好像跟女的拿一套房子什么的。可曹振很快发现，严丽似乎并没有与他长期生活的打算。在与他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，严丽经常会与其他男性保持着密切的往来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严丽更是与一名黄姓男子经常性的外出游玩。中间查来一个有第三者，是这个情况，前因后果呢，也就是第三者造成的。说起这段往事，曹振显得振振有词，似乎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完全是个受害者。可是他居然只字不提自己当时并未离婚，相对于严丽，他更应该受到道德谴责。对于陷入情感逆流的曹振来说，冷静思考成了最不可得的奢侈品。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，他一方面在逃避自己对于家庭和妻儿的责任，另一方面也在逃避应该给予严厉的一个交代。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，曹振其实背负着双重的过失。可是，在极度自私的心理驱使下，这个男人只是盯着想要摆脱不健康感情的严厉，并且在心中慢慢的积累怨气。一个危险的局面即将出现，曹振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。对于严丽和其他男子的暧昧关系，曹振说自己全都看在了眼里。不过，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性格软弱的他也没有对严丽提出过异议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案发前的2个月。他后边有几个人，要不是几个人，我们俩就说定死都不会发生这样情况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俩感情的确好。在最近的2个月里，曹振与严丽因为黄姓男子爆发过多次的争吵。他虽然说过几句话，我还没想到，就你跟我分手，反正我不会跟你分手的，除了你就慢慢就走的了，我就不知道。案发当晚，两人下班后回到了家中，在饭桌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曹振说，就是这件事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。14晚上，就是下班了，我们回家吃饭了，就是吃酒的时候呢，大概吃有两个人吃了有1斤酒，这样左右。
后来呢，这个男的就是打电话来跟他视频聊天，就讲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样的情况。后来呢，你要我住在跟你呢，你说我能好，我心里能好着吗？当时曹振把严丽的手机一把夺了过来，并与电话那头的黄姓男子大吵了一架。随后严丽竟做出了一个让他意外的举动。没有发觉的时候，他不有糖尿病吗？把这个药吃下去了，大半瓶的糖尿病的药吃下去了，还吃了两三板，同那个阿莫西林就好像在一起吃了有三四板子，吃下去了。严丽吞药的举动让曹振慌了神，他试图将他送去医院，但严丽却一心寻死，不愿动身。死的想法了，记得吗？哎，好像呢，就和呢现在呢产生我们的两人的一个关系啊，好像呢，他现在么呢，意思呢又舍不得他，又舍不得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像呢他呢一人死了，都解脱了。看着爱人一心寻死，曹振痛苦万分。然而严丽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却让他的内心发生变化，说今天晚上不你死就我死，就在之前说过一句话，哎，不你死就我死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你说他吃了药嘞，这种肯定要是他死啊，我怎么能死呢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吞药寻死的严丽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呼吸也越发平稳了起来。可此时守在一旁的曹振的脸色却越发难看了。我就起来啊，这头脑中就不做主了，好像就是胡思乱想了。我想啊，我不死，他要不死，肯定要把我弄死的。我有激动的一个心态形成了。由于担心严丽醒来后与其他男人双宿双飞，曹振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我大概下来有十来遍，都下不了手。后来呀，这头脑中啊想啊，越想越糟糕，越想越糟糕。想想自己的老婆跟别的老公，你们心里有什么感受呢？就心里就感受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你越想越糟糕。最终被占有欲蒙蔽了头脑的曹振拿出了家中的废弃电线，将睡梦中的严丽残忍杀害，并在第二天深夜转移到了一公里之外的丰收河。啊，就好像感觉自己心里有点内疚，说以前呢，他对我这么好，这么好，心里想法呢就千错万错，不应该做这个事。大家在遇到这种感情方面的事情的时候，一方面可以通过家人的开导，啊，通过这个亲友的关怀，啊，甚至通过我们警察的帮助，啊，去寻找正确的处理方法，而不应该去这个钻牛角尖，啊，有的时候过激的一些想法，过激的一些这个言语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。在当地震动一时的案件至此告破。从某种角度说，曹振先是背叛家庭，有违道德，而后践踏法律，行凶杀人，当然应该受到严厉的责罚。但是身为本案受害者的严厉其实也存在着不严肃和不检点之处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感情和生活，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可遗憾的是，总还会有一些人在这个话题之中放纵欲望，迷失自我，最终害人害己。